看我发现了什么。王鹤棣，你真的不要太明显了，好不好？大家看一下这一条王鹤棣的抖音，8月27号，18万的评论里面，最高赞有一条。如果你和虞书欣在一起了，下个视频就发穿白色衣服的。好，你们看下一个视频。今天刚收工，就赶来球馆。好。然后这个视频的评论，如果你跟小兰花在一起了，下次穿白色黑色的衣服。好，下一个视频。咱就是说，两次如果都是巧合的话，那么三次四次总不会都是巧合吧。好，再看这个视频。如果你和虞书欣在一块儿，下一个视频就戴墨镜吧。好，你们再看下一个视频。